先看第五名吧。好好好，那我们就来公布第五名哦。三二一，元大跟新长哦。刚刚他们有讲到这个数字，没有跟新展啊，你特别想写元大哦，新展有啦。其实我们这次的排名啊，刚刚中国信托一共二十个人，他得票率是二十，有二十个人投他，他得票率是5%。对，那最后的这个第五名同列的元大跟新展，他们是各得到17票，那他们的得票率是4%，所以其实也算是蛮高的，就是代表说有4个人最讨厌元大，跟4个人最讨厌新展。是几个？对不起，对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先看哪一个？先看元大。有人是以他们两家为主力卡的同学吗？现在有人是主力是元大或新展。哎，新展我哎，是我哎，怎么办？新展就是那个飞行世界卡还蛮好的。对对对，他说的。国内几里？国内18，海外10还是13啊？我忘记了，随便啦，反正15。他现在有一个活动加码，你知道吗？你说那个888吗？对对对，5笔，每个月好像刷5笔，888，然后就是连续4个月，他可以多给你888元。对，然后海外的话就是刷5笔888，然后你就可以再多拿888。好，你看这我都记啊，这我知道。好，还不错，可以开始讲了。先看什么？先看元大好了。好，电话客服超难接，留电话也不会回电，客服超难打。对，他们主管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对，好，大家都很认真。对啊，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讨厌哦？其实没有特有特别差的银行，但是元大是我目前唯一一家不拒绝我的银行，所以不行。差哎，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种怨恨的心，就是说我就是只办这张卡，然后这张卡又不给我过，我就很讨厌。那这样的话，那之前我也很讨厌乐天，因为乐天也是不让我发卡。哦，啊，你现在有办法吗？他后来又给我卡了，恭喜你合卡了，你可以参加银捐活动啦，我可以帮你捐款友这样子。哦，哎，有人写说不好看。元大的信用卡是真的是不好看哎、欸，他们 logo 都一样啊，他们 logo 都完全一模一样。对啊，他那个大众卡就是换发过去长都长得一模一样，你怎么知道那个卡片是使用什么功能这样子？对、哦，真的是很烂。对，对，额度给的很少。其实元大的就是给的都不高，有没有人就是元大在现场额度最高的？有吗？大家有在使用元大信用卡的吗？现在应该少了吧？元大优惠都没有那个、增加，对啊。真的？好，那这边还有什么？史上最难打的客服电话。好，其实我跟你讲，现在应该很好打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跑去用那个台新的啊、Richa 之类的、所以现在元大应该、国泰现在也很不好打。国泰现在变第一大银行，所以当然国泰现在也很不好打，除非你有他的无限卡专线。哦，我没有，对不起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对。那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？一起存钱，然后成为大户这样子。